羊属人的日常。给黑玻璃弟弟喂一下水。我们的黑玻弟弟真可爱，真不错。给我们家的胖胖来一勺盐。鸡肉冻干不能少。给他们捡一点拿下去吃。不要去摘了那么多，都是择优录取的，长到一定高度的话我就把它摘下来哦。用水龙头是天然的。慧慧来一个，我们的泡泡也来一个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蟾蜍，来吧吃吧，好吃吧。他的还在干饭，胖胖要去拍视频了。我们的胖胖已经来到大家完成了一次梦幻联动，好吧。